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台长，师父。你讲咩啊？我听唔懂啊。我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啊，我听懂啦。感恩师父。系啊。师父你好、啊，他不懂这个普通话，对我帮他做翻译，感恩师父、啊，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啊、不要师父背。啊、师父他是1960年属鼠的，麻烦师父帮他看一下他的身体。60年属什么？属老鼠。啊，身体上长东西了。是的，师父。鼓掌。啊，是。他刚刚才做完这个肠部的手术，那个 report 还没有切掉这么长一段，啊是啊，全看得见。我告诉你啊，他肠子上切掉的地方有癌症。癌症，好，感恩。系啊系啊系啊，系系。是的，师父，因为这个 report 还没，这个报告还没出来，他我告诉你，嗯，他现在还没扩散，就没扩散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但是他接下来第二个癌症是前列腺，重要的一个，听不懂啊？你要叫他多喝水，马上要吃一些啊治这个前列腺的药，他现在小便已经很不好了。不干净，而且尿频尿急。啊，有啊，哦，有啊。感恩师父、嗯。我今天讲给你听，你就不会生这个病，你就可以防止。否则你这个再切掉怎么办？啊，感恩师父。师父他这个头，他说他的头好像有点小中风，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去检查。我告诉你，他不是头小中风，他的血凝度太高，他过去吃的活的东西太多了。他们食咗好多活嘅嘢，海鲜。你食粗？以前系啦。啊，要食生猛海鲜啊。是的，师傅，他说以前吃很多，感恩师傅。那师父请问他要忏悔，每天要念5遍礼佛，而且他年轻的时候还跟着人家去钓过鱼。有没有钓过鱼？有。有的师父。鼓掌。感恩师父。感恩师父。那请问师父，他小房子要多少张？他小房子啊？对。108张。那放生要多少条鱼？放生要4300条鱼。他的脾气很倔，叫老伯伯把脾气要变得好一点。脾气不好的话，癌症会，癌细胞会扩散，要改脾气。啊，是啊，是。他说是的，他脾气是很倔的。那肯定的啦，看得出来的。感恩师父。横冲直撞的。嗯。再讲啊。还要叫他忏悔。他老婆在不在下面啊？你老婆还没到。在的，师父。啊，那就不讲了。嗯。啊，你个老婆要是不在下面，我就讲两句啊。你老婆呢也是很好的，就是讲了呢，她也知道。你呢年轻的时候啊啊，欠人家情债，所以要念姐姐咒，明不明啊？是，明白。啊、是的，师父。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很 handsome 的，蛮好看的。啊。师父、啊。你现在跟他说，叫他每天要念大悲咒49遍，好吧？叫他喝大杯水，然后让他念完大悲咒之后，两个手搓，搓了热了之后，放在自己的肠胃部分。好。明白吗？明白。他现在还在恢复阶段。啊，明白。你记不记啊？当不当？是不是啊？谢谢。好，谢谢师父，他的问题好好念经啊。感恩师父。你告诉他，他现在的癌症没有扩散，啊，因为他学佛。我刚刚看到护法神曾经就是帮助过他。你问他有没有做梦看到很光亮的，或者看见过像菩萨一样的啊？给你有没有
有没有做梦做到过很亮的？他说暂时还没有。没有啊？对，已经去过了，在两个星期前吧。因为他在靠近早上要醒的时候，他说他这前两个礼拜他去已经进了医院。啊，对呀，菩萨就是帮助他，所以你问他手术成功不成功不就知道了。哦，成功啊！他的手术很成功的，感恩师父。就是你手术的时候护法神来帮助你的，老伯伯听得懂吗？明白。啊，你做梦做到过师父的法身不啦？没有，没有，这说明缘分还差了。他是刚学的，师父。刚学的。对，刚刚接触心灵法门。很多人见都没见到过我，都看到我法身的，啊，到梦里也可以帮助大家。那你们今天来了呢，这么多人呢，那做梦做到师父的人举手呢，给他们看看呢，看见了吗？大家看看看，往后看看看，谢谢大家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法身救人最重要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，老伯伯，你现在几岁啊？我帮你看看，你还能活多长？你几多岁呀？五十六。寿蛮长的。他折寿折掉五年，他本来可以活到很长了，他折掉五年。但是还是很长，但是至少现在还有十几年可以活，哦，没问题了。好，明白。要全吃全素了。好，知道。许愿。许不许愿 ？OK， 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啊，跟菩萨许愿了啊，好了，又救了一个人了。谢谢师父慈悲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